哎呦嗨，没想到是我吧？不是，你怎么来的？你发如有在样。哎，你说有一天如果我快要死了，只有悬崖上的一颗仙草可以救我的命，你会为了我去摘吗？我当然会了。爱的是你，李小仙。但是，你舍得我去吗？我当然是舍不得了。但是，你会为了我偷偷去摘吗？我当然会为了你偷偷去摘啊。但如果偷偷去摘被你发现了怎么办啊？那就让我死呗。那你就让我死呗。那如果有一天我死了，只有你吃屎才能复活我，你愿意吃多少？我愿意吃到你长命百岁。嗯，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舍得让我吃吗？我当然不舍得你吃了，但是你会背着我偷偷去吃吗？我会背着你偷偷去吃啊，那被你发现咋整啊？嗯，那你放心，我根本发现不了，因为我根本不带看你眼的。